嘉义县竹崎乡农牧综合经营示范区是利用山坡地经营养猪，一共有15户参加，目前每户平均养猪50头，增加了副业的收入。他们也利用猪尿和猪粪改善山坡土壤，也制造沼气作为天然瓦斯的燃料。农作会生产组今天补助了30万元，协助他们改善毛猪跟饲料运输农路，铺设沥青路面。